好，我们现在看例题二。好，例题二怎么做哈？例题二有这个负的啊，有整数哈。这个，我们把它改成这样子，就是负二加上多少呢？一减掉0.3897，是3897啊。它是309减81，9减36，0.6103。就0.6103啊，6103，不是6703，6103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求什么呢？求这个，用内插法求 S prime， S prime 的对数是等于0.6103。好，那我们利用这个如果能够把 S 算出来的话S 跟 S prime 什么关系这个 x 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那个10的负二次方了，那再乘以多少？乘 s prime。所以我们只要把 s prime 算出来，这答案就出来了。好，那 s prime 的话怎么求？就把它插进来。插进来的话就是 log s prime 这是等于0.6103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知道说这个减这个了S prime 呢减4.07，除以这个减这个4.08减4.07，它会怎么办？会等这个 y 0.6103减掉那个 y 一，y 一y 这个0.6096，除以那个 y 是这个0.6107，减掉0.6096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把它算一算，这是0.6103减掉0.6096，等于这是七乘以10的负十次方嘛，就是0.0007，1234，那这里0.6107减0.6096等于1.1乘以10的负三啊，就是0.0011，123，这个是0.01啊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把 S prime 算出来 ，S prime 是等于4.007，加上这个除以这个多少呢？这除以这个的话是等于那个，去掉三个点，一二三，0.7除1.1啊，0.7除以1.1等于0.6363这样子啊，0.63636啊，加这个，我们取四位有效数字了，这个都是四位，所以这样加起来多少呢？再加4.07等于4.706，4.706，等于4.706，4.706就可以了。好，乘以10的负二次方所以我就知道呢 ，x 等于多少呢？乘以10的负二次方就0.04706，这个就是答案了。这个有点问题。
这4.07啊，4.07，所以这个加错了。哦，这是0.63，我看了，这0.7，哎，0.7除以1.1怎么会是这样子？我看了，0.7除以1.1等于。对，我看了这样子的话，4.706，哎，不行哎，还是这个有少，这个东西哈、哦，这个数值应该在这个中间呢，应该在这个中间才对。哦。少乘以这一项，少乘以这一项，所以这要把它乘过来，乘过来的话，所以哈、哦，这里的话哈、哦，还要乘以多少？还要乘以那个0.01啊，所以变成哈、哦，变成是那个，要再乘以多少呢？乘以0.01。哦，这样是等于，好，再加4.07，等于4.076363这样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4.076，哦，4.076取六，哎，那个四位有效数。啊，后面是3636这样子，好啊，所以你就知道呢 ，S prime 哈、哦，就把再把它乘以0.01，乘以0.01，所以0.04076。哦，刚刚的话，这个东西跑到这里来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少了哈、哦，这个数值哈、哦，少乘以了0.01啊，所以这样才对。